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哎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又要来抽我们的春卷了，没问题。这次我们也要抽100抽。100抽是64张吧？哦，没问题。那么这一次老爹叫牛伯，真骨大作战，欢乐转盘，我抽奖。我再抽奖。我抽不完的奖。好，没问题。那么我们就直接来开抽了。好嘞，看看老爹这次是否特别好运哦。我觉得我抽龙卷很有缘哦。好，没问题。第一抽没有，不紧张，我们再来。这次三星卡改版好像变很好抽哎。好嘞，第二次十连抽，到底能不能一发入魂？消却，消回破。好，不紧张，我们再来。这次我们抽快一点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因为等一下还可以打一下那个英雄竞技场哦，让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春卷哦，在英雄竞技场有多强哦。好，再来，这次我们抽快一点点。新下手魏强，恩金恩金球啊！而且我在想哦，如果春卷可以取代二郎的话，是否二郎就没有必要存在了？可以看一下，老爹也不知道。好，再来。不要碍事，你才不要碍事啊，大猩猩！你干嘛啦？去打你的篮球啊！消却。又是小蚂蚱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已经不要你了，我 SSR 都已经六星了，好像吧？我怎么记得我六星了？啊，五星哦，靠腰，我记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我六星嘞。好，再来。我靠！你们两个乌龟王八蛋啊！春卷没有这种台词啊！春卷没有这种台词啊！又是独角仙啊！我的天老爷啊！哦，不是哦，啊，靠腰！弟弟王也一样啊！你们两个半斤跟八两啊！你们两个分别是半斤跟八两啊！干嘛啦？好，我们再来。我还以为是阿修罗独角仙呢，不过你们两个半斤跟八两是没什么差的啦。好，再来，给我一只春卷啊！消却。哎，我是斉玉先生的弟子，能不能让我省点钱啊？啊？可不可以啊？
我这20万台币，我想要撑一个月啊！一个月你知道吗？一个月是30天啊，有时候是28天啊。好嘞，还是没有。Dr. Genius， 剩下3次10连抽啦！官方啊，好来，给人家一张啦！哎，ついに究極のステロイド上腕吸老高。真的到哪里都有吸老高哎、欸！好，我们再来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看哦，这个按下去很贵、欸，这个按下去不知道是几一两千吧，应该是吧，反正也是很多钱啊，你们不要看老爹这样按一按啊，有在玩的都知道啊，这个按下去都是钱啊。我は数が増えすぎた。好，再来，最后一次十连抽啦，老哥啊，真的该来啦。好来，爱迪桃园门前一波赛泡泡虎，春卷虎皮卷，随便你什么卷啊。我要的不是防身术，我要的不是小灰婆啊！哎，そんな先に気づかないものか。好，还是没有。果然啊，永远都是一样的剧情啊，这么难抽。我你，我在你，我你你你。我你不玩，没问题。好，又是保底的，又是保底的春卷。対空攻撃手段を持ってるんだ。もう一回 C 級から出直したら。解除限制。三星春卷，蓝银森林。余裕よ、ホットバカね。好，紫一星的，我开启。好，紫二星，没问题。角色天赋，靠腰这个。好，这个老爹再自己再慢慢点哦，这个点这个要一点时间哦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春卷哦，在英雄组到底怎么样哦。好来，布阵要放下谁啊？靠腰。好了，把玲玲放下来哦。应该就是这样子啦。好嘞，我们挑战看看啦，有没有办法放到春卷？有没有办法放到招、喔？我也不知道、喔。好，老爹小狗狗810万。終わりだ。我们的二郎4600万。对面的剑斗士850万，靠腰，我的春卷还没丢到大招哎、欸，我的春卷还没丢到招啦。好，老爹的春卷丢了两个春卷，130万。哎、欸，他的僵尸侠，他的僵尸侠不灭啦。哎、欸，他的僵尸侠没用嘞。好好笑哦！
这是电脑，这也是电脑，还是电脑。我打太快了啦，都是电脑啦。没有人的吗？这个我们跳过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打人打人比较好看啊，这个打电脑不好看啊。好，轻轻松松。刚刚有没有人可以打、哦？活人哦，活人哦。好，已经卤肉饭的人生，好像有点可怜哎、欸，他好像有点可怜哎、欸，已经卤肉饭的人生哎、欸，我怎么觉得他有点悲情啊？我们打他，来，老子的二郎540万。杰洛斯一炮1599，靠腰春卷丢了一下，春卷丢了一下，好了，那么感觉春卷也是蛮强的、啊，我们之后再看看哦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。拜拜。